广州亚运开锣，除了看比赛之外，还有其他东西值得大家一试啊！广州亚运激战连场，看完比赛连波都可以吃埋。我哋用上等的培根肉切成教条状，加以芦笋，将它整成一个哑铃形状。咁咧，愿意我哋嘅广州亚运会咧就一举成名。入厨大约20年的大厨李伟亮话：特色菜看落好易整，不过当中就有巧妙。我哋呢个菜的操作难度就主要咧就喺个炸制过程，点样控制好个油温，同埋咧就利用嗰、那个，因为烟肉咧佢就如果随时间加热嘅话咧，个口感就会好差。用糯米皮加椰丝制成嘅乒乓波，半打30元人民币。半打保齡球樽只是18元，食之火炬成為28元。因為亞運是大熱門啊，我有亞運呢個元素嘅，好似有啲運動嘅元素啊，即係作為呢、這個向呢、這個運動中國運動員啦、加油啊！佢話亞運來臨，特色菜大熱，荔灣區呢一門生意勁升30%，不過就堅持唔會加價，實行亞運。普天同慶，香港寬頻電視記者何容生在廣州報導。